她是出入 YY 的网络娱乐主播钟无艳，无际网海，包罗万象。她义无反顾地进入到了主播这个行业，准备好在这个平台上开始大展拳脚。现实生活中的她是一位双学位的学士，长期积累下来的学识和素养让她在这个舞台上更加的大放光芒。今天是2017年10月1日，在这样一个你我都熟悉的日子当中，我们一起来到了这里，一起来到了她的生日庆典的现场。这里就是 YY7009，一个你绝对不会陌生的频道，一个在今天晚上注定会辉煌的地方。网海茫茫，一见天下，虽未染指，却见浮华。即使你我在现实中可能不曾相遇过，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当中，你我共同来到了这里，共同庆祝一位新晋 YY 主播女神钟无艳的生日。热血沸腾，怎甘平庸，这样的一位女神注定会在 YY 的历史上光芒万丈，风起云涌江湖间，逐浪掏空碧海天。在我们的钟无艳即将在 YY 上留下自己浓重的笔墨之际，我们来到了7009，来到了这样一个注定会众星闪耀的夜晚。今晚是一个大咖云集的夜晚，今晚是一个属于钟无艳的夜晚，同样的，今晚也是一个属于所有伴他一路走来的粉丝们的夜晚。你们在网络相遇，时间虽短，但却并肩同行，携手共战。每一位成功的主播身后都有着一群成功的粉丝，成功的军团。同样的，钟无艳的背后绝对少不了最惊艳的军团的身影。感谢以7009齐宣王为首的一众粉丝，感谢钟无艳的诸位师门，是你们有事钟无艳，无事更钟无艳，是你们在光影背后的鼎力相助，才成就了他在光影之前的傲然身影。今天是钟无艳的生日，曾经的荣辱与共，未来的风雨交加，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，让我们共赴这值得纪念的时刻。